但是哦，你要吃的时候，隔水加热，还是你要调温、调小水塞。你可以热饮，你也可以冰冰凉凉冷饮也可以，拢做好起来。但是只有天爱小小加好起来，来两包两包都。来，我来要吃芋泥汤哦，真的很好喝哦。来两包过来，来两包。两包，这样200包，来700块啊，100块来，芋泥汤来700块，我你要多少？哦，你没有，哦，你是这个呀？来700块来，一人这样200包，做好起来，我要拿100块，能够去玩给200包几百，不能可鲁哦。哎，这有牌子 Hello Kitty 的呢，很好喝，这个很好喝，来100块而已。你要热饮，你要冷饮都可以，重点它也不用冰哦。但是你这两天天气冷，你就把它煮一煮了。来200包100块，两杯咖啡呢。芋泥甜汤100块，明仔无熬，你忙明仔再来买呢。100块，今仔准备买完。芋泥甜汤都买到了哈。往前拉，往前拉。谢谢你们。大概2分钟前。来，阿伯夹唐扬鸡来。好。哦，这日式唐扬鸡外公超好吃的。这个是日本人哦，真正是日本人，把日本的技术带过来台湾，传落来台湾人哦，传台湾人。非常就伫咱台湾，互台湾人做，足好食。这一包爱卖150块，两包爱卖300块。唐扬鸡它是没有骨头的哦，两包300块，上面食唐扬鸡，超好吃的，这袂香，伊也熟起好食。免300，一两三四个人去，伊还我来200块反正200块来唐扬鸡，一包就爱卖你200，正好一包伊还可以啊，来200拢互你，来200块来。来，赶快！唐扬鸡200块，几个要吃唐扬鸡的动作快。来，几个客人要吃？两个而已哦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唐扬鸡给我拿个价吧。日式唐扬鸡都买到了哦。好，谢谢你们来黑啊来。来，还要吃海北黑，卖500哈，卖开400，来300块。外公，1、2、3、4个客人，这一盘你们4个买不用300，来200给我就好了。来，要吃海北黑，给你200块我来。海北黑啊来，今年要吃几分？买几分？动作快就对了。来200块来，买2000万，减一张。300，买200，今年来200块来，啊，这走未啦？这走了，啊，这还会走？啊，这走啊？啊，你唔对呀？你走完就对啊，你是？要饿就对啊。来，小姐要来，后面还有很多虾子，不用担心，这一盘就卖你们4个而已。哦，来，啊，多谢，哦，八人给买。来，啊，干杯哦，干杯，稍等一下，我搁未食，还未干杯来。来，我来讲，拄只算你卖一个吼，我做唔甘愿，我无可能算你卖一个人给你。来，想要食啊，较紧嘞，我要复仇啊，男神要复仇啊，然后啦，讲到这温存哦，这久无回来就卖回来。来，有要食算你的来，搁咧搬只啊，吓。然后啦，无啦，我这烦恼你。来，哎，来看一下哦，无大地。这些算你不大的，但是足高，超好的，一边要多少？至少130、150。来，想要吃算你的500块，反正都吃无买到，有买到拢不要紧，给你买。来500块，三条哩，来4条哩。我来讲，两个你都找啊，都找啊。我跟你们讲啊，我这些算你的三那边名啊，给大家欢喜，因为收两个我嘛足够欢喜。这一道菜一箱卖完啊，收两个要卖完吗？即使得600，我卖500，俗小看。即下买酒买两股在你买，买500买400，来300块我都300块来。即下佫加找2包，我卖300呢，我唔是卖500。来300块来，3袋300，你要买袂啊？来即袋佫开袂，然后佫饮来，佫袂晓买。来鳕鱼300块来，动作快啦，一袋充满80块的蒜泥啦，要对生。来300块来，进来鳕鱼300块来，你要一份两份随便你，这是真的鳕鱼哦，格陵兰的哦，来。葛林奶的扁鳕哦，来，不是安尼一般的鸡还算你啦，4片不是500块，来300块就好了。来，想吃鳕鱼的动作快啊，来300块来算你，这点够你，免500，来300块来，这下你要算你紧，来300块啊，赶快，谁没有拿到鳕鱼的，快点，这2片就至少280了，4片500块很便宜的，来300块，这下你要跟欧标，看欧标要卖你啊，来300块来。来，今日来，小姐要吼，来，今日来哦，比今日足无用，一直看无伊个人，你是？来，算你300块来，来超前，收啊，来，最后一个人给鳕鱼，来300块来，300块存一个人给阿妹妹也收，算你300，哎，大家好，来300块，有没有谁没买到的？300块拢有买了哦，来个收来。黄金鱼带有人点哦。
弟弟，弟弟扶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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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 ，OK。来，黄金一蛋抓水。小香肠来啊，来抓小香肠上面来。来，阿甘背后我来。来，小香肠来，剩只尔无啊，嘿，六个人加买，剩一包就对了。嘿，剩一包就对了，来。来，有人无看到小香肠的无？拢看到吼，安尼无啊？大你有看未？剩只两包尔无啊？免两包，十五条，来一百块来。最后两包没有小香肠了，今天三包都完售了。来，一百块最后一包，脆皮肠。大香肠就是小香肠接开，就是大香。大卖老阿话，卖小香肠就无大香肠，卖大香肠就无小香肠。因两个无法多做伙啦，猫啦还小怕你咧。来啊，黄金一蛋来，来干贝，刚才没买到，这是原干贝哦，非常好吃。用真的用行的，哦，用气炸锅，哦，拢会使。你讲猪胗、猪尾、猪海参买拢会使。一包猫三五三百了，三百块来，上面吃干贝，来原干贝三百块。小姐蛋是三百块，头家来未啊？头家还未来，这家未三百，这家冒昧。三百了，两家拢给你，来原干贝三百块。少一个人加金钱，三百块不是一客啊，是两客拢给你。来干杯，三百块来，这边吼，来三百块来，来干杯，原干杯三百块，够人无买着无？来三百块来，原干杯，来这春节，来三百块进来，春节俩无啊？来三百块来，不是一盒三百，是两盒都给你三百，来要买的要快，这对煎也好吃，对烘也好吃，对煮也好吃，安怎煮都好吃。来三百块，阮煎是拢用奶油煎啊吼，阿姑在你啦。恁家无奶油，你用沙拉油嘛，无要紧。但是用奶油煎起来较香，好食。来三百拢啊吼，不是一盒，是两盒。你买当一对叉，因为伊伤大了，你甲切做四周，吼，阿对叉菜嘛会使。来三百块，够人买买了无？原干贝，来三百块来，原干贝都买到了吼，那我就收起来了哦。好，谢谢。来，阿要食黄金鱼蛋来，苹果八四班两百块，黄金鱼蛋，来五个客人吃啊。香肠吗？来求钱啊！我看五个人就好了，巧爽快好了。啊，有哪唔免两百啊？这就是恁后夜市爱买迄咖喱鱼蛋呐吼，麻辣鱼蛋迄啦，就是这啦。来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来两百方便啦。你收偌济啊？你今日？两百。哦，安尼对。我讲我无买卖恁两百，啊，不过五个人去尔，来七百块完了，一百块来，三个啊，四个啊，最后一个啊，恁两个人对吧？两个人应该不爱落这位哦，伊个。安尼两个人，来好耍好啊。来，阿要食这个来，哦，猪肚胡椒鸡哦，要食好哦。来，加麻油鱼，哎，阿咪，这边刷起一头钱，康康康康。要带哪个公仔啊？没有，拍手拍手，来我给宝。来，要食猪肚胡椒鸡，这一包超好喝的，真的超好喝的。哎，鸡汤真正赞的，但是无上哦，这一包人卖二九九。常温包1500公克，里面有料哈，猪肚、胡椒鸡都有，配饭做好食。还有鸡汤，你甲淋淡粉、淋面线落，咧滚滚的，够好吃。但是当然吼，这包袂进你的路啊，因为伊真正足大包。这要叫你冷冻，你唔买啊？这唔免冻啊，你也不用冷藏，也不用放冷冻，你就常温放着，它不会坏掉。到明年六月，你没有吃完的话，赶快吃啊！这两天天气冷冷啊，都来放假啊，免三百。一包袂，你其他我来200块，猪肚胡椒鸡啊，200块，有人要吃猪肚胡椒鸡无？200块袂安买啊？啊，商店的等小姑来啊。什么呀？哪个店的？来招姐妹200块来。200块。啊，人店你也无头讲。我上来家用淘宝。啊，你看啊，店头家来啊。店头家出来啊。来，200块。来，200，猪肚胡椒鸡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我也快没货了。哦，真的快没货了，一人一包，让你们试试看。下礼拜应该还会有啦，但是不要碰运气哈。会当买金杯等于住，真正好啉的，这鸡汤真正赞的。来，一人买一包，唔免500、400、200块、500块，来100块了，100块来，互恁大家买会到啦。我袂咧卖一包诶，一包200块，我卖恁100块尔，100块。超好吃的，无聊无聊无聊，加热就好了。哦，听下滚，当分甲男的煮煮的，面甲男的煮煮的就做好起来。来100块来，哇！你今天洗到这边好落，你找无落？我要收钱呀！我要落地手，我还要走，要落地手，还要走，你唔知做得得硬啊！他拿了，他拿了，他哎，我再带来落我的，他给了，他给了。都一样啊，都一样，都一样，好吧。来，拢过了未？啊，找钱了未？来，100块有人无买着无？虾好啊吗？虾好啊，我带包你哈。
来一百块拢完啊！猪肚胡椒鸡，这个真的有钱买不到了了。明年也不一定了，今年买得到赶快买，反正明仔再买完就不了。因为我买不太用了，一包一百块，1.5公斤那时候卖个太小了。来加麻油鱼虾好了。来虾啊，拄啊海北虾上尾来关过，来关过来，来大哥来，来虾子拿过去来。来，谁买虾子都来，我红瑞桂粉，我红两粉哦。来，加麻鱿鱼来了，超好吃的加麻鱿鱼，哎，不要离开哦，等一下有那个钢管秀，看一看看爪好不好？猛男，猛男的，哎，来，二黄以后，我先买，二黄鱼称啊，那加麻鱿鱼哦，好，我这样先卖了。来，有吃过我们家椒麻鱿鱼的，我来猛就没有吃过我们家椒麻鱿鱼的举手，没有吃过注意听哦，哦，你不吃过注意听，有吃过绝对等一口，没吃过注意听，等于这不免煮啊，它已经熟了，而且已经调味好了，它是椒麻的口味，没有辣味，是香味而已，不是辣味哦，啊，等于退冰了哦，你倒下去啊，切落一块一块。这样看起来比较好吃啦，无包人家规只摕咧食，摕冰在咧食，真正好食。这一只才三打切起来百五，一条一模一样，两条哩，三条哩，唔免煮，唔免煮，不用加热了，就这样吃非常好吃，免五百四百三百块，先招一杯椒麻鱿鱼，即四条哩，来三百块，我来讲我无介济啊，卖完就无啊，来先招一个人去食三百块椒麻鱿鱼，人伫对，点椒麻鱿鱼人在对，啥是吧？麻痹。今天买一买，下次哈一份绝对要300块了。今天去试一下，你可以等于1000块买。袂香，真正袂香，真正好吃。免500，免400，300，来200块来，我你试吃椒麻鱿鱼。下次没有卖200的，下次一定是300块才有卖。来椒麻鱿鱼200块来。免煮，免煮，我明天早上见嘿。来，今天来椒麻鱿鱼200块，明仔我炸狮子头来啊。来200块来椒麻鱿鱼，来200块够来要吃椒麻鱿鱼吧。来三椒哩，来七椒够哩，真的很好吃。来200块，够两杯了吧？来，小姐要5份，对不对？刚好1000块，谢谢你。来杯酒，先讲过麦，关系人咬过来杯五分。来椒麻鱿鱼，来200块，不会辣，不会忘，真的不会辣，它是香气而已。来200块拢关了没？椒麻鱿鱼，通通有了哦。来，谢谢，那我就先收起来喽。来，感谢您来，阿伯吃葱啊，黄鱼来。来黄鱼跟葱啊来。好，拢卖，拢卖，我拢卖，我拢卖。我也嘛，这下只黄鱼全部搞买买，敢袂烦恼？安尼哦，目头夹夹，安尼哦，安尼我全忙全部骗伊啦。你较少会得，来两个人给500块来，500块来，两个客人吃黄鱼来，赶快。黄鱼没有了，就这边而已。来500块来，我大尾无，来三尾哦哩，来四尾哦哩，500块干嘛要吃黄鱼？钱一摸出来，500块得，一个买会到尔。来500块，来大杯来，紧！这可卤一股，来500块来。我安尼，你两杯500，啊，后大厅你3杯，啊就无啊，你来200块都来好大啦。无啦，剩2杯尔啦，歹势啦，这。恁两个吼，你伫遐开会时阵，人钱就抽出来啊，你。来，陈阿姨，三杯起来，来，来，姐姐好，来要吃鲑鱼哈，赶快动作快哈，这出菜就爱比较晚啊。我给你拿出来。我呢？哦，上起来要精致啊！来，我跟你讲啊，5个客人哦。五个人给你啊，有水无？那鲜度有赞无？等于大煎的好吃哦，干煎撒胡椒粉就很好吃了。哦，五个人可以收。我给你吃不完，买1000开800，买吃陈阿姨500块完，500块只有5个客人买得到，赶快拿钱，来500块来，五个人给你啊，来收钱，来最后一个来，来500块最后一位了，尾鱼，最后一位客人，一半拢没有人啊，一半你讲哪外大咯，来小姐哦，再来再等。一半来买吼，给6000块啦。来五个人给他包完来，5个客人包完。来前面小姐要来，等你500块给我，赶快。来哦，这人欢呼的给了哦，给了这来当标的。龙虎板，龙虎板先生哦，捌看过龙虎板的亚洲？好。大。今仔日有龙虎板闹恁看，这位就是龙虎板。
这就是龙骨，但是这地是差不多有爱十只鸡，才有这地龙骨汤煮哦。这个空汤足好吃，但是吼、哦，歹势有钱买袂着，因为爱十只龙虎斑才够这地骨，等于要空汤，你袂用称。撑起骨把筋，你不要撑两骨把筋，你把骨好开，空汤空骨把骨好开，冻起来冲来空埋，煮汤给爸爸妈妈和囡仔吃，足营养的。老尾吃唔免500，这两块300呢，我卖你500收钱。但是你有钱买袂到，来300，来200块我都200块来。有要吃虎斑的两骨的，来200块招一个买哦。空汤啊，真正赞的哦。这个有钱买不到了，我不骗你。姜丝都很好吃。来200块，伊是恁阿样称的吼，阿样称两骨的吼。这里退冰了，伊是一块一块。你敢用那钱钱钱哦锁？我爱讲做只，爱钱哦锁。来200块多少钱买哦？上买，敢会当我现场用？来，大号大，大姐哦，200块。上次有买到吗？没买到，安尼足久无来，唔对。来200块，你这阵仔我拢有这啊吼，啊你也无买着，就是足久来啊。来200块，哎，才500买无，我买，过来好啊。来200块啦，回去人还路的去了啊，我来当变好你呢。来200块，过来要吃好饭两块吧，这盘呢。两个。要看啊。我要变好你，就是变好你。我讲你变袂得，你绝对变袂得。我安尼卖你是因为要让你上厝边头尾上爸爸妈妈做位空间，做位食营养。200块，最好两个人给无啊？这个袂啊，要收，这些袂收的。哎，无可能较俗啊，超工袂完尔啦。来200块，最好一个人给无啊？搁落一包，袂想当，真的很重。一个人超过2公斤的，你觉得不重吗？超重的。来，200块而已，赶紧。来，最后一个人给伙伴的肉骨存一半尔，无啊？要收，这200块你真正有底买，骗阿财啊！阿袂赢，阿袂买，牙签。两百牛二两的不是辣的哦吼，就胖蘑菇啦，等于就是针对汤来200块，这个就是牛二两，哎，这是牛二两鸡腿，来3G、4G、5G 都要200，来6G哦你，来7G哦你，来8G哦你，来9G哦你，来10G哦你，一人买9份10G牛二两，每人200块两，几个客人要吃牛二两，200块够人买无？一个十几蘑菇啦，对针对香，对用气炸锅非常好吃，来包落去，一个十几块来。春节人给哦，只收春节人给哦。来6个全包，6个全包，6个。哦，要龙骨呀，来，你这龙骨就空中直接做应用。好，你走。哦。哇，你走。哇哈，是。来，哎，给几百啦？五两万省委啊，你的少钱哦，我啷个听？开个门。来，鳕鱼各位没有？多少五两没买到哦？有，刚刚有人没买到。不来了哟，不来。外公最好去新闻。你可无买，我无算你当买你啦。来黑银好，我看着大，无大地啦，但是足高哦。我请你看一下侧面的，这一片称起来都130-150，不一定啦吼。来，要只500块，变啦。我家既然都只敢俗个人客啊，即摆嘛要俗个人啊。敢那两地就爱鱼啊，吃鱼啊地啊。来一个。我卖你300块，我走去20块废去啊，废去你买300，这个客对啦，来算你300块得了。这点个赏你啦，来300块啦，一片不到80块啦，会不会吃？不是500啊，来300块，来算你300块得了，料料的啦。给我一个。拍摄，纯只小娘，无买着，动作较紧的。啊，若买无就拍摄啊，来300块，今天要吃鳕鱼的动作快一点。今天鳕鱼没有卖500啊，因为这个哈、哦，我邀请啊，妹妹，4600块，妹妹500块，妹妹300都，来300块来，今天算你300拢管了呗，鳕鱼都买到了哈、哦。好，那等一下再卖喽。其他不回去吗？不回去。你知影啥物叫回去无？知啊。知啊，你不看就打人给讲过去。啊，回去见我啊。来，黑银卖买500，黑银卖开400，来300块来。我你买黑银，今天。来五个人去买都，叫无冰哦，叫无冰哦，哦，我卡落恁，恁就知恁坐下偌济啊，叫五斤重，陪恁五个人去，来300好路哦，来，再过恁来5个客人而已，300块，虾仁炒饭炒面超适合的，不用500了。
来300块，一人一份，五个人给你，给你。来两个。来黑金币500，黑金币300，红金币500。来拿钱给我。来300块哥，五个人给，啊，什么人搞？进两三四个人，四个人给你，来，别给。哎。五个呢？太四个啊！我要分掉呀，啊，无人搞我提钱，我怎做？来，最后一个黑银，来300块，来四个就好了，一个人家人就1000多了，疯了。来300块来。啊！你唔是关一个啊？我两个啊！哦，你两个有够啦！哎嘛，我先下拍无一个吧。来，来，迄称啊好好啦。称啊好了。来，啊，过来画一下草虾、鲑鱼拢有啊。来，尾鱼5个客人在哪边？尾鱼称啊鱼，嘿，500块的称啊鱼，来，足青哦，用真诶刀切来。来，尾鱼谁买的？来，赶快，嘿，安尼弄起条哈。来，过来我食回一根草虾来。人客啊！你爱食虾啊？伊住海边的无买着，我紧。后壁阁有搁啊赞的草虾，是无？12匹头，一只十二只。外口卖你800块这行情啊，足俗啊！800块的草虾算俗啊。即起就是800，来有要食的免500、400，炒虾要吃的来，300块给我来。草虾有人要食无？300块，来小姐要来300块收钱。300多少钱？会抢呢？你怎拢袂晓食？这两起卖你300就已经比人较俗啊。有要吃的300块来，来咯，多卖一个尔，是要卖到几点啊？有要吃草的，钱伊蛮紧的，两起300作秀啊。OK， 无来，即起搁送，来300了，3盒给你炒虾，来300块，个人要吃草的，紧的啦，两起啊，300块作秀啊，来草的我来，来紧的来300块尔，个人无买了吼，等我哈，有听没有懂？等我。如果我想买草鞋，你卖人无啥客物件，卖我卖啦。迄两只真正卖300的。来300块，谁没拿到？来300，快点咯，最后两位咯，草鞋来。草鞋300。你对伊平滑不？卖对我这边吗？对伊平滑。加两盒。来草鞋300块来，哎，这个草虾真的很甜哦。来，你有买到的福气，无买到唔好想你。来300块两只，都加送一只。来300块，个人要吃草的无？沙发拢完啦，有啊哦，好，谢谢，来，哦，阿哥需要啥？来牛二两去的牌好了，来这里四分，来牛二两去的牌，来这样，来这给你摆杯呀，来这四分，这帅哥耶，他专程来买牛二两去的牌，啊，无把我封，好加载我都有到他们，安尼就对啊，对啊，放喺盘顶面头，遐无摆物件。哦，来，阿要吃烤蛙鱿。鲑鱼哦，龟小白的好嘛？哦，无你看我，啊无这盘面才做电脑，我先搞好啊。最后一盘哦，蚵仔鱿鱼4个客人来200块来，最后一盘，等下你无蚵仔鱿鱼干咩啊？就像最近的。再问两位，教你四个人给你，来最后两位了，蚵仔鱿鱼200块来，这盘拢我拎啊。来4个客人都买单了吗？蚵仔鱿鱼个人要叫无？200块，两个而已啊。你买两个会轮到最后。来蚵仔鱿鱼，哦，我不作班，各两个人给你蚵仔鱿鱼，各有三百条，都买到了吗？最贵，同志嘞，问清楚，我啥味？咱包大咧银钱，看袂落啊！你话讲，最后一位咯，没有蚵仔鱿鱼咯，对，接电话，我当真银钱啊，大家啦，睡觉没关系，哦，记者直播打开，一个量个一个，休息更好，真的，来个收200咯，来4个客人。